Hello，大家好。阿德莱德在那个唐人街边上，有一个巴士汽车总站。巴士汽车总站边上呢，有一个智能厕所。现在我来带大家看一看这个智能厕所是有多先进，然后它怎么来使用。我们走近看一看。大家看到这里有两排灯，会告诉你这个厕所是在使用中呢，还是空闲。目前呢是两个厕所都是空闲的，我们按一下这个 button 开，OK，我们可以进去了啊。OK，close door，门已经关上。OK，我们现在可以使用厕所了。我们看看它怎么使用。大家看到这个呢是厕所，这是自然状态。如果说你想小便呢，就这样直接使用就可以。但是如果说你想蹲大号，那么需要这边上有一个 toilet seat，告诉你按一下，我们看会发生什么变化呢？这边有一个门缓缓的升起。好了，你蹲上去就可以了。门已经开始缓缓的落下。这上面呢会有一个提示，告诉你，如果说你是小便，然后你在洗手的时候呢，厕所就可以自动冲水。如果说你是大便呢，那么你只要站起来，把这个坐便器空出来，它就会自动冲水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其实没有在上面，所以我们洗个手看一看会发生什么。这里呢就是洗手池，有肥皂、有水，还有那个干手器。我们把手伸到这下方，OK，看到出水了，厕所已经开始自动出水。好了，那我们使用完毕，我们就直接可以出去了。再次按下这个开关键。门已经打开，我们可以走出来。那我们看看里面发生了什么？它又自动升上去，OK，坐便器升上来。当，